2014巴西世界杯赛事即将开锣，有商场睇准商机，夺得全港独家巴西世界杯特许零售精品店的经营权。寻日在 MCP 新都城中心举行开幕礼，精品店将会售卖一些官方认可的限量版精品，包括全港限量三只两米高的巨型吉祥物虎力球公仔，和一系列全球只是卖2014件的限量版世界杯精品等等。获得今届 FIFA 指定的香港区版权的 PPW 行政总裁陈华俊觉得，得到官方指定的认可是很重要，能够提升商品的竞争力之外，更加能够拓展市场。其实 IP 是很重要的，就是将整个产品的差异化。你知道现在竞争很大，如果你没有个差异化，只是一个恶性的价钱竞争。如果你有 FIFA， 那人家没有，那你起码你的产品好，即是比较特别一点。其实你在那些、零售的渠道，其实他都很乐意，譬如有 FIFA 的产品和一个没有 FIFA 的产品，那些零售的渠道当然愿意去买一些有 license 的产品，刚刚有 FIFA 的产品、啊、这个都是一个很大的分别。对于大量的世界杯山寨精品问题，陈华俊就说绝对不会担心，因为官方产品会有明显的防务特征。而在另一方面， FIFA 的专业律师团队更加会严密打假，阻止山寨货出口。咁你話 IP protection， 頭先我講啦，即係我哋會幫 FIFA 咧，就去揾好多，譬如有啲淘寶啊、啲網站啊，咁賣假嘅咧，我哋會去報告俾佢哋啦。然後啦 ，FIFA 就會佢哋嘅律師團隊咧，就會去清嗰個網站啊，或者有一啲廠啊，譬如因為好似有好多都係大陸生產嘅，咁你一出口嘅咧，咁 FIFA 都會委託我哋啦。咁如果真係有出口嘅，咁如果關嗰邊問，喂，依個係咪真係授權嘅產品出去嘅？咁我哋都會去話，依個係啦。如果依個唔係嘅，咁嗰個 custom 都會有一個即係有一啲動作啦，即係可能話唔俾出口啦咁樣咯。巴西世界杯特許零售精品店喺今日起將會喺 MCP 新都城中心、馬鞍山新港城中心、荃灣城市中心一期同二期、屯門時代廣場同埋沙田廣場陸續開幕。有興趣嘅朋友要把握機會選購心水精品啦！